食物的美来看看西班牙的拱豆雕花，在越南新住民文采燕的手中雕出了非凡人生。文采燕还传到授业，将技术免费分享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，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。老板，如果椰子不够，我们就两块椰子就好。工具盘，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不是在这里分好，先拿过去。细算围裙赶忙将所有工具材料布置到位。来自越南的果雕老师文采燕与得力助手，他的丈夫吴文静准备花开顺时，要经验全场。我都说啊，你们记得那个花蕊下去，中心点力刀控制好。 小丽就小丽，大力就会大颗，就变蝌蚪了。哎，我就变满天星。文采燕每次都像这样穿梭在同学之间，仔细提点，因为在下手之前，得先在心中描绘山水，半点都犹豫不得，才能让娇艳的牡丹凝结在最美的瞬间。我让他透过果冻的思考。哎，你当你做的时候，如果你很急心，那个果冻就可能打得不好。 所以我就从中给他机会教育说，来，这个就看出你的个性。而这深厚的功夫底子，由兴趣层层堆叠而来，让文采燕一玩就玩了数十年。2019年参加韩国国际技人的料理竞赛，还抱回金牌，夺得果雕组第一名，成为台湾第一个在国际厨艺竞赛夺冠的新著名。他是一个。 很疗愈的一种禅修，为什么？他修心养性。你看，连半夜这么累，但是我还是做得很开心。文采燕甚至还雕出禅意来，借此忘却生活烦恼，找到人生方向，让他得以潜心静气，勇敢坚强地面对儿子的病。所以那时候孩子的生病，我就想起来说，我要创业，因为未来我的孩子要不要用到智慧，我不知道。 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儿子。融入爱与关怀的艺术果雕，文采燕用行动证明，爱不分国界，只要努力踏实，是谁都能雕出美丽人生。3D 立体艺术果冻花是来自西班牙艺术果冻花，是最近相当流行，而且兼具美观、卖当家艺术品。这位来自越南的新住民文采燕。 有一手制作3D 立体果冻的好手艺，伊教伊到各社区、学校教导大家来做立体果冻，看到大家学了真欢喜，伊嘛真欢喜。文采燕用着无认同的国语，台语毋是真标准，但是伊伫即阵时代面前，也是真用心的教导因做3D 立体果冻。这样，但是又不要跟花瓣连在一起，就没有层次感哈。要有，对，要有这样没有。 这位来自越南华侨的文采燕，在几岁就开始做果冻。来台湾了后，曾经是做过 2D 立体果冻，有做立体果冻的好手艺。伊讲 ，3D 立体果冻伫北部真流行，平常时除了接受订单来制作立体果冻，嘛常常到各地免费上课，将欢喜带入社区，甲大家来分享。我是越南华侨，啊，广东。 啊，我很喜欢做果冻，从小10岁就开始在家里做口感的果冻跟胶形果冻，3D 果冻是这4年才开始流行。以前我来台湾的时候，十几年前第一份工作我自己也做果冻卖，做那个2D 果冻跟胶形果冻，人家生日母亲节也很多人跟我订，那时候在鹿港。 嘿，对，后来我就做了杂货嘛，就停掉。4年前又开始流行3D 果冻，我又开始沉迷回来。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去到处求师学习，如果学习只有自己一个人欢喜，是太浪费了。所以我希望说把这个欢喜可以到社区、学校的到处落实社区，走入人群，跟阿公阿妈大家可以分享这份喜悦。 真侪社会时代是第一届做这种立体果冻，虽然无啥会晓做，但是为动手做的过程当中，找到另外一种快乐。做这玩意不会，做啥？哦，这做玩意是果冻吼，做花做花材吼，真就个吼，真水啊，嘿嘿。阿爸讲阿公几岁呢？几岁？80岁咯。80岁。
彰化市延平社区总干事表示，延平社区提供65岁以上的士大一个聚会场所，社区嘛会找老师来教导士大新的课程，会当延缓老化。礼拜三、礼拜四都有迄个早上吼，啊，拢提供这个场地，啊，咱这士大人吼，65以上士大人吼，咱社区来做运动，做一挂才艺，啊，因来延缓他的失智的情形，啊，让因来快快乐乐过每一天。文采燕也表示，伊上大心愿就是希望会当早日成立一个固定的场所来教学，卖当甲中低收入，以及中年无工课妇女加一项手艺，会当增添生活当中的快乐，卖当帮助因创业赚钱，可以帮助家庭主妇，或者二度就业的人，或者残障人士，没办法去外面走入人群，他也可以在幕后成为一个艺术家，找回快乐，找回成就感，又可以赚点钱来生活。因为如果你是家庭主妇，边顾孩子，可以有人叮当，你就可以做，又顾到家庭，又可以赚点零用钱，对不对？有尊严又有快乐。也因为知影3D立体果冻的人是愈来愈多，可以是世界上课，每个月拢排了满满的课程，伊嘛伫教的过程当中找到自信甲成就。新中华新闻，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